令华同志，我是太师级派来联络员，我叫钟永峰。十斤白菜，一元五角三分。太贵了，八角十斤。 三五郎要去参加联谊会，真的？这个情报对我们太重要了，令华同志，这个情报可帮了我们大忙了，谢谢你。太好了，我得赶快走了，时间长了，鬼子会起疑心的。另外，以后我们不要经常见面，有情报我会放到情报专里头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小心点。老爸。 你怎么来了？这梨花挺不简单呐。你不应该来。我是司令，轮得着你教训我吗？梨花同志是县大队的地下工作人员，不是平寨的人。那你是哪的？我是平寨的。这不结了吗？再说了，你不说他是地下工作人员，谁知道？联系方同志。
媳妇，小平回来了，你们先聊着，我在外屋。好。情况怎么样？有一位胖军官说，鬼子从大同调来一个中队，明天去无名山。无名山。媳妇，你连夜回山寨，做好准备。那你呢？我总觉得这个事儿有点蹊跷。这样，我留下来，看看鬼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。行，就这么定了。诸位，待我和叶英集体的筹划之下，人心凤整于中间。明天，不论他去主坟山还是无名山，都会处在我们的包围之下。所以，明天早上5点半是大家出发的时间，准备吧。龟田八郎已经布置任务了，都布置好了。其实，我在祖坟山和无名山设的埋伏，都只是一个谎。我为了保护足三五郎，我没有办法。按照中国人的话讲，知道是什么吗？瞒天过海。两处都是假的，那怎么埋伏啊？你放心，我已经从大同调了一支特遣队，今天就让他们住在宪兵队，明天早上4点半，你一定要准时到宪兵队给他们带路，让他们化妆成山民，埋伏在平行寨的山脚下，就等着联系方下山，明白？明白。去吧。等等，等到出发的时候，再把实情告诉龟田八郎。是。龟田八郎，对不起，希望你不要怪我。李花，李花，起来做饭了。谁呀？我，田中。这天还没亮呢。这是特别加餐，快点。哦，知道了。这是特别加餐，快点。经过连夜的讨论，大家都已经清楚了。现在我命令二队长、三队长，你们留守山寨，多埋地雷。老规矩，为了保守秘密，任何人不许下山。是。是。我们剩下的人去埋伏地点聚半山，你带30个人先放敌人过去，在敌人回城的路上埋设地雷。切记，不许恋战，地雷一响，马上撤离。是。开始行动吧。都给我打起精神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这次是秘密行动，大家需要加倍小心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李桑，请带路吧。嗨，走吧。香烟。
出发！天明，你守后山。排长，爸，排长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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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呀？牛皮快放，回去。为什么？我们有通知，松鼠情报，夜莺派出一支特遣队。就埋伏在山下的情报可靠吗？貌似送出来的情报呀，肯定可靠。回山寨。好的，再跳。老方，老方，排长。在有利地势，去保留下，咱们佯攻占不了便宜。哎，老八，你说这山下有伏兵，到底是不是真的啊？真的。司令，司令，山下发现一批很古怪的人。如何古怪？他们都穿着山民服装，不过身上都挎着冲锋枪。果然有伏兵，真狡猾。新凤，你看这事儿怎么办？祖坟的事情到底怎么弄啊？既然武的不行，咱就给他来文的。怎么个文法？挖祖坟这个事儿说到哪儿都不好听，这回大大激怒当地的老百姓。小鬼子狡猾呀，他不可能不明白这个事儿对他不利。我建议咱们给龟田八郎写封信，把这个事情的利害关系跟他说清楚。不仅如此啊，我们还要以牙还牙，以后凡是见到鬼子的坟墓我们就挖，凡是杀鬼子我们直接砍头抛尸。别人做不到的，我们晋北复仇队能做到；别人不敢做的，姑奶奶我敢做。来，表决。我不同意。有什么同意不同意？就这么定了。散会。Hey,
是黑乌鸦，居然敢威胁我！林少，上去！林少，报告！报告排长，战士邓松正在洗衣服，请排长指示。我告诉你，邓松，以后没我命令，我的东西不许乱动。嫂子，鬼天发狼回心了！司令他们在唱小曲嘞。来一首，来一首，来一首，来，来，来，老八，老八也唱一首，来吧，老八，唱一首。老少爷们们，这边的姐妹们向咱们发起了进攻，咱们不能输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先打个头啊，虽然我来琉球没多少日子，但是我给你们唱。
唱个梁敲罗罗腔，听好了。多亏了小兄弟好言相劝，路途中曾有两见我为难，此一去我若是慌忙得中，定辜负老爹爹养育之恩。山来一曲好不好？去半山带座儿干什么？站起来唱一曲啊。晚上你找一个，快点兄弟给他留一声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哥听好了，哥给你唱一个，跟我一起唱啊。小亲亲小弟啊，手腕那个软呀，呼嘿筷子啊，爸爸起个碗，眼儿哟，头一回抱妹妹，你妈妈可爱，你妈妈劈头打我，俩过那个盖，眼儿哟，怎么样？是吧？轰鸣响了，来来来，兄弟。姐妹们，来一个！你们同志，来一个！咱不能输了他们，再来一曲儿，比他们更好听的，好不好？红色娘子军吧。行，就红色娘子军，好不好？来，唱一曲儿。伤口处理好了吗？还在处理。哎，棉花消毒了没？消毒？怎么消毒啊？新凤姐不是说了吗？棉花必须得消毒，不然伤口容易发炎的。秋月姐，咱这儿的人也不懂这个啊。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，还是得把白英姐给请上山来。梦龙哥，让我也试试吧。你一个女孩子家的，就别舞刀弄枪的了。我也要杀鬼子。爹，你回来了。伯父，练刀呢？梦龙，黑龙洞马上就要完工了，咱们得抓紧行动，把咱们的计划好好的演练一下。好。那伯父，我托您买的东西买到了吗？谢谢伯父。送你的。送我的？喜欢吗？喜欢，只要是你送的，就算是纸叠的我也喜欢。来，我来给你戴上。等一下，等我们抓到了资三五郎的时候再戴它吧。也好，那你一定要收好了，千万别弄丢了。嗯。哎，就是你，
今天好像是孟荣先生回来的日子，去找灰天八郎。嗨，你好，慈三先生。哦，表妹呀，听到你的声音，我很高兴。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。我家的屋顶漏水，已经修过几次了，可还是漏。补过之后还会漏。让我想想。我知道了。你肯定找的瓦匠不是老实人。他用黄豆堵住漏水。当时是不漏了，可是过了一段时间，黄豆烂了，就又会漏。这样，他每年都会有生意做，有钱赚。是这样啊，这个泥瓦匠也太狡猾了。谢谢你，资三先生。我今天想请你吃个饭。今天不行，我要去拜见一个先生。哦，你要拜见先生。那好吧，那我不打扰您了。再见。再见。你是不是闲的你？你没事你联系他干什么？表哥，你不懂，谢谢了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许再给他打电话。今天的训练就是这样，你们俩去检查一下新编的训练情况。今天就这样。哎，中佐阁下，教授，早上好。走，这么早。快去找孟荣先生，他已经回来了。吃早饭了吗？还没呢。先吃早饭，对身体很重要。孟农先生真是好雅兴啊。练练书法可以安定心神。让我看看写的什么字。哦，李白的侠客行，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好诗，好字。不过我觉得这字里边似乎有一点杀气。桂田先生对中国文化颇有了解，但是对此首诗的理解却有误解。请指教。李白这首诗是在歌咏侠义精神，并不是说在杀人。桂田先生心中有杀气，当然觉得这首诗有杀气了。你是说我有杀气？军人当然应该有杀气。孟农先生说的太好了，一个真正的军人如果没有杀气，那跟懦夫有什么区别？就怕杀气过滥反损其身呐。孟农先生说的真是太好了。现在我们不谈杀气，谈谈上次来的那本书。听说那本宋代建筑雕刻书有下半部分，是吗？有，但是不在我这儿。哦，不在孟农先生这儿，在哪里？在我远堂的伯父家，
当时分家的时候，一本给了叔父，一本给了伯父。有意思，一本好端端的书，偏偏要分居两地，真是有点意思。的确是有煞风景，但是我尽力吧。不是尽力，是要尽快。价钱不是问题，我一定会出个高价。我会尽快。上次因为把书卖给你们，被别人说成是卖国贼汉奸，还要杀我。其实我只对钱感兴趣，对政治毫无兴趣。梦龙先生害怕了。这样吧，不如梦龙先生到我们那里当个翻译，住在宪兵队，由我们来保护你，你就不怕了。我看还是算了，有了这本书卖了价钱，我就找一个地方隐居起来。好，你尽快帮我找到那本书，我会帮助你成为一名真正的隐士。多谢中佐成全。告辞。慢走。什么？还要等？我的休假就要结束了。教授，不能急。中国人向来喜欢分家，书分两处，很正常的事情。我也没有办法。不行，你派人护送我去找那个梦龙，我要跟他一起去找他的伯父。我要对你的安全负责任。是个桃子吧，很新鲜。白英姐，我这也是三顾茅庐了，你行不行？你倒是给句话呀。行倒是行，我就是怕日本人知道以后，媳妇我会不会有危险。说实话，危险肯定会有，但我能保证的是，鬼子要是发现了，我们肯定会先保证你的安全。只要我们还活着，你肯定不会有事儿。那行，可是我上山也只能管管伤员，现在伤员多吗？现在伤员不多，可是打起仗来肯定少不了。凤，你们联合起来以后，这队伍扩大了，这人员这么杂，这好管吗？兄弟们心齐着呢，放心吧，白英姐。那就好，我就知道你行，这么快就把弟兄们拢起来了。我跟你说，不但如此啊，我们还结了鬼子一个运输队，抢了好多武器弹药呢，这一仗打得可漂亮了。太厉害了。我就知道没看错你，真有魄力。这一仗能打赢，是不是事先得到什么消息了？啊，不能说是纪律是吧？行，那我回医院看能不能请下假来。好，我静候佳音啊。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的医学教官白教官。大家好。他是我们的三队长，现在也兼任着医疗队的队长关秋月。哦，秋月是吧？啊，对，你就叫我秋月就好了。哦，好的。白大夫，以后你可是我师父了。师父？对啊，师父。行，叫什么都行，只要你们能学到真东西，叫什么都行啊。好好好，请吧。好。
你病好了吗？你就喝酒。哎呦，白大夫，服药期间是不能喝酒的，你不知道吗？白大夫，啊，来，你看，我给你带着点。哎呀，来来，消炎的啊，按时吃啊，哎，不能喝酒。啊，知道。这是补药。多大麻烦了，这个医生看病人不是应该的吗？行，我去给他们上课。啊，哎，俺跟你一块去看看去。行啊，走。来来来。小心子弹不长眼睛。送给你的。干啥呢？啊，献花啊！哟，还没见过你给我献花呢。啊，哎，嫂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没事，你们慢慢聊。啊，是笑。